现在是下雨空档，来去看看吧。现在水超大的，他还没有路过去的。啊，我现在在乌日提岸的桥下，现在水都淹到桥这边了，中间那个还没有淹过，不过也是蛮危险的啊。现在法子溪也冲过来了，法子溪水更急。掉掉的话就掉这一池，我来掉掉看，看看有没有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鱼。不过这一池水也很浊啦，水很浊，好了 ，OK 了。这么深，没有东西吃哟。这么大，
Hello， 我是伍佰，现在在这个乌日堤岸的桥下了。好了，这边的摇晃如上了，也是个避风避雨的好地方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刚掉的位置呢，实际上是超浅的地方。OK， 水浊也不知道多深，但是鱼就是会靠过来。